刚刚在后台的时候，李安导演有特别跑来跟我说两句话，那他鼓励我继续去尝试新的东西，不要怕犯错。那我原本台上也是这样想，想说我其实拿了奖，但不代表我下一部戏就一定演得非常好。可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应该不会原地踏步，继续往前。那下一部戏会更好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在后台激动，对，后台有点激动了，因为看到，但后台有跟李安导演聊到天，所以收获很多。虽然他跟我聊没有很多。对啦，他当然是有这样讲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我会继续努力，会继续努力。他们跟他邵雨薇有传什么简讯，说分享对你的喜爱还是？没有啦，我们刚刚后台在就是惜别晚会有碰到。他有给你拥抱，爱的抱抱还是？很正常。哇！不然我过去跟他握手。就让客套一下，对吧？台上没有听到他吗？没有啦，没有。还是除了血压计，他有没有说送你一些别的？血压计还不够，血压计就代表了很多东西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